要论教科书版的霸气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不怒自威，圈粉无数，而论温柔有礼，王部长也绝对是个谦谦君子。当地时间8月7日，王部长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7届东亚峰会外长会。在记者采访环节，王部长的一些小细节让人大赞暖男。图自人民网，面对一拥而上的记者，翻译小姐姐有点忙不过来，一旁的王部长表现得既耐心又体贴，全程认真脸。以下图片截自中国日报视频加微笑脸。翻页。